谢。过完了新年就要过农历年的部分，要跨过那个农历年，而今年我们呢想要拍一个我们去年没有拍的主题，就是刮刮乐。我们一整本的刮刮乐，我们俩一人呢给他们四张。隔壁频道是一人一本的，隔壁林他妈一百万订阅，那你们努力一点嘛，努力一点，努力一点啊你。好了，我们今天要挂的是这个2000万超级红包，然后还有5个头奖2000万，然后还有9个200万跟 B N W， 你可以跟老板一样开 B N W 哦。B N W 也不是你自己买的，你到底要不要脸？我们一人呢拿4张，谁中到最多的金额，然后那个人应该就是我们今年最衰的，因为他运气已经有点坏了。哇，你这个反转吓到我了。我想问一下，你们刮刮乐有中过大奖过吗？我有中过10000块。哦，那算蛮高的。你没有中10000过吗？没有，我那大乐透中了40000块。真的、啊？哎、欸，你怎么没有拿钻石？有没有拿钻皮吗？你怎么没有拿钻皮？我是大学，我们要校正回归。我们开始，开始。剪刀石头布，你最先哎！那你们两个，剪刀石头布，哇，你最帅！好，我们第一位选手，杰斯。你就挑4个号嘛，我把它再撕出来。我有选择障碍。7号、10号、12号。多尼那个多伊维达巴拉巴刀。不要讲主语。15。你先到旁边等等。到旁边等等。我们先把其他的人的号码一起弄完。来，我要1、16、13、6。好，你的也收好。来，我们这个手机桌布换这个。美轮明宏。我跟你讲，我礼拜6就换了，我已经祈祷2天了。你要几号？2号、8号、17啦、9号啦。那我这个14跟18，那我就拿这张。好，那我就是一个3连单。好来，我们的第一位选手，叶顺起就位。7777。那个五。哇，厉害！什么倒霉运啊？哇！等一下。哇！你那个47还能输吗？47能输吗？哇！那我的金额都不用看了吧？不用看，那是奖金。哎，有了！有了！有了！奖金多少钱？1000块！一千块！好，没钱。连200都不给你耶！多少钱？1000块！哇！哎呦！哇，你这完全没中哎 ！Yes! Yes! 这样子后面人就有更多的机会了。200块、400块、600块。啊，比大小，没赢过的比大小。谢谢。赢了。1000块。1000块。那是200。那1000，1800。我总共4张刮到了4000块。恭喜！我要把那个叶顺的运吹走。太衰了，他真的太衰了。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你中多少钱，你会想要做多少事？我希望可以中到我的丧葬费。我发现我死不了，所以我还得活几年。我们真的要走的话，我们会帮你办一个盛大的，就埋在你家后山就好了。还是要有费用啊，木那些都要钱呢，你白痴哦，火化什么的。不好意思，现在是过年时间。像多少？多少？我看一下哦，240、6、8、10，1000。2、4。哦，全部哎！我里面全部都15个吗？2200、2400、2600、2800、3000。我傻眼，总共5000，5000啊！我操！哦天哪！6号，号码666。刮多少了？1张5000，那没办法啦，那今天只好妹妹请吃中餐了。哎呦，他现在是你的2倍 ，yes yes。你等一下笑不出来耶。你等一下，除非你暴击耶。看以你讲话这种口音，你可能一点。这样总共是多少？他每一张都有中。我9000啊。好惨！请客，中餐 party， 中餐你请。这个还要准备开吗？要！而且我是选金色 skin 哦。百分之80我第一个就没有中哎。美轮明宏不给你力量。哎呦，明宏，你第一个都没中哎，没事，按你平常。我也是这样啊。你闭嘴。有料。哎，5000啊。要两个，要三个。哎，真的5000哎。要三个。哦，要三个是不是？我高兴了一下。
好，好啊，这样什么都没有，够够。心好累，突然间觉得肩膀好沉重。我会不会这张也没有啊？还是我车子在哪里？我要刮干净。我要把地方刮干净，等一下刮车子没看到就不好了。那、为什么你也跟着刮？我把它刮干净，我怕有车。你要该走。这现在还没有？没有啊。哇，阿辉就是剪这支影片的时候边剪边哭哎。我直接把这个答案全部删掉。哎、都没有哎。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心好累哦。我这样趴着这样刮，我就没有力了。你还有两张了，不要害怕。还有九个200万的，你说不定是那个九个人呢、欸。650个100万，有机会吧？可以啦，100万就是你了啦，100万得主。又什么都没有了。这是1000块吗？对，1000块。有了啦！再5000块，你就到你的那个心中预算。50块借我。换个运，换个钱币。哎、1000块。哇，可以。哎、2000块。有没有回来？3000块。哎，又一个3936。嗯，多少钱啊？哎呦，金额，1000块啦！哎，又一个。哇，全部都是1000块。海底捞月，来算一下多少钱？1、2、3、7、8、9、10、10000。再加前面的1000，总共是10000啦！谢谢大家！我现在已经准备好我的招财小物，然后我还准备了 Fred 给我们的钱。好哟，我要开刮了。哎，是不是都还没有任何一个 YouTuber 有刮什么几百万之类的？那你要不要加码去再去买一本？会不会中几百万？对，反正你们中了去加码。钱袋的部分，拜托了。哦。1200，那你这样应该是2000的哦。你闭嘴啦！他一说说你这个是2000，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1000，1004。我旁边帮你看，先刮下来，那个彩券的员工帮你对一下。check 一下。好，我的第二张拜托了，我真的好想要车子哦。哎，问一个问题，除了车子以外，你要多少？我觉得10000块就可以了。那你还有8000多要努力。教官的样子，两手发红的说：“那你还要再更努力一点。”有一半他刚刚刮那个第三张的时候，在那哭在那边。员工帮你对，你刮4000中3000是整波哎，可是一张不是2000块吗？抽奖单才4000呐。哦，中4000吗？4000中3000，90%。搞事刮到就失智，一直赚多钱，然后要刮到不能刮什么。生小孩之后，我就对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在 online 上面。智商直接生给小孩的。对。天哪！如果中200万，我就要直接把公司关了，我就要远走高飞。200万而已。200万你就要远走高飞了。对，我就可以离开了，我就可以离开这个人了吧？那你就可以离开饮料店。对。3张，总共中了4000块。好了，亚洲来了。请问你自己的目标多少？我其实我还好，我就觉得最主要是有你们有中就好。那我们今天53可以靠你吗？放屁啊！你他妈中10000的蛋，你在台上靠我？我的幸运小物，你别再走了。什么幸运小物？你放在第几面？这是幸运小物。一般人。就看单个啊。中5000块。真的假的？哇，好猛啊！好猛哦！耶，阿左，你是最棒的。好猛哦！耶，请客！请客！啊，我现在没压力了，感觉很轻松。哇哇！这张5000的，你还说5000，你还想怎样啊？有吗？我更多。你不是说你佛系？刚刚说已经输没关系，你不是说不在乎吗？你是人格分裂啊！他就不想输哎，对，无所谓无所谓，拿点东西。哇！哇，这张有点危险。哎呦 sorry 啦，我杀人偿命啊！抱歉。
全没有人 care， 他正在拍片，然后就是做些自己的事情这样。来哦，多少？快点啊！那是多少？那是多少？一百万。一百万。哦。那多一个零干嘛啦？一百万跟一千万，就还是没中。完了，我真的要共估了。不会啊，这里还有啊。前面是最好中的，好不好？对，前面是最好中的。是哦。游戏一是最好中的。那我来精算。来哦，最后一张，我帮你检查一下。可以了。对。是吧？嗯。留这个要有一千块。阿爸现在有兴趣喽。阿爸，一台车，一台车。阿爸，你中了，我就帮你换个窝。你住在那台 BMW 里面吗？住在引擎盖下面。它有一个移动式的。吓死我！我以为我要中一百万。你应该是不会啦。都是这种狗数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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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块没有，我是要这个、啊。哦，卖笑熊啊！好高骛远啊！他的眼睛就长在头上没、欸。天灵盖。六十八二两千，总共七千块。好的，我们最终呢，我们这一本累积奖金35000。哎，我觉得不错，其他人的影片大概是20000多块，所以我们这个其实是比较高标，我觉得就是有靠近到我们的成本。对，因为你知道娱乐，你知道又可以做公益，然后又赚回差不多的钱。但是赚回差不多的钱都平分在大家身上。但我觉得是好事，这刮刮乐就是要大家开心嘛。好，总而言之呢，我们这一次所谓的要检测今年大家幸不幸运这件事情的话、今年我们最幸运的就是耶稣耶。小心啦！我跟你讲，你这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要把它弄出来，然后消灾掉。哪个东西弄出来？好，总而言之，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啊！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在刮刮乐的时候都可以中到自己想要的金额，这样。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各位，希望大家就是会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安变子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次见啦，记得点旁边的影片啊。反正等一下，我们就是要请阿北拿着蛋糕去跟个范范，给范范一个惊喜，然后看看范范的反应是怎样。祝你生日快乐！阿辉今年可以幸运一点。对啊，哇哇哇哇哇哇！我好荣幸哦。希望阿北今年事业可以顺利。谢谢。哇，你把一个生日愿望放我身上。第三个不能讲。耶！可以拍手啊。可以拍个照吧，希望拍个照。可以啊，可以啊。自己截图啊！不是啊，我们为什么真的要拍照？自己截图啊！礼物分给耶稣耶买的七千块。不是，哎，我怎么都要分，阿乐总不分我。怎么阿乐不分你？阿乐有在这边吗？阿总不分我。我们等一起去换钱，一起去爽一波。又要去送出来，中餐，中餐我用这个钱吧。中餐我用这个钱吧。